泰国是出了名的购物天堂，这里不单止有国际的大牌，还有很多本地的品牌，款式又多，品质又好，价钱都比较便宜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 shopping。 早前有个泰国朋友介绍我们来这间 King Power Srivaree Duty Free Mall 免税购物商场，它是位于这个苏瓦纳布米机场附近，大约15分钟左右，离泰国曼谷大概45分钟的车程。可能是疫情的关系，游客大量减少，目前这里只是拜六和礼拜营业的。今天等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泰国人说这里买东西比较便宜，究竟有什么便宜靓正的东西我们可以买的先。一入到门口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场的平面图和它所有的品牌，它只是得一层，分别有不同的部门，例如这个香水、化妆品、时尚精品、手表、内衣部、运动部和这个食物中心的。这里有很多香水和化妆品的专柜，例如 Jo Malone、SK2、Laneige、Chanel、Bobby Brown、Christian Dior。 名牌包包店呢，就有这个 Longchamp、Coach、Bailey、Burberry、Ferragamo、Tumi 等等。在这里买东西要注意一点的就是，货品是不可以直接拎走的，那我们可以选择上机之前在机场那里领取所有买的物品，或者是叫他寄去我们泰国住的地方。一些货品甚至是有两个不同的价钱，例如这个 Coach 的包包寄去家是14,000元，但是如果在机场提取的话就是11,000元。为了鼓励大家消费，商家都推出了这个购物卡，买10,000元就送3,000元，买25,000元他就送你10,000元的 gift card。 Tumi 都有做紧促销，扣30%，10,000元的包包扣开30%就是7,000元，再加上用他的 cash card 来买，大概就是一个5,000元左右。这里都有很多名表店，例如 Lorex、Tissot、Tag Heuer、Hermes， 任你选择。你还可以在这里选一些泰国的零食做手信的。这一区是专摆放大减价的名牌衣物，有些扣50%甚至是70%的。现在人流比较少，它的食物中心都较为冷清，得几档是有提供这个粉、饭、寿司、咖啡和一些小食等等。这里有退税的柜台，购物后你可以在这里做退税，不需要等到去机场。你看他们准备开几多柜台，可想而知疫情前他们有几多游客。希望边界开放开口，泰国快点恢复之前的模样。本来我们是来看看的，没打算要买任何东西，怎知看到他的促销都忍不住买开多少。他们确认开我们的电话地址之后，就说一个礼拜内会将货物安全送到我们的家。每天我在 King Power 买的东西终于送到了，今天我就来开箱一下。我开一个最小的箱子，先来看看我们那天买了些什么先。好精美的包装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这个是给我老公的，我们来拆。
大衣箱。哇，呢个又系咩？冬天嘅衫会有厚片十八先，所以就特别平。看看還有什麼皮褸，一個很雪顏色的皮褸，平時在馬來西亞就比較少看到這些這樣的冬天的衣物，所以現在看到便宜就買來收拾先，當有機會去到外國那段時候就可以大牌咁穿。呢件就係我買嘅皮褸，好雪嘅顏色。呢個係原價係9300嘅，咁佢仲有折扣。50%，4000多扣，咁我哋买嗰个卡又有买廿五千送送10000，咁嗰度又另外一个30%，所以系嗱啲送嚟差唔多成300多扣一件啫，都系我觉得系超值啦，新皮旧皮，呢件就系我老公嘅皮，佢就拣开一个。比較長青的顏色，黑色，它的這件都是9000多匹，不過也都是有扣這個50%的，那你們猜一下這些箱最大箱的是什麼來的呢？是一個兔咪的包包，是一個兔咪的包包，覺得去旅行的時候可以帶很多東西，很方便。好啦，那我們買的東西就是這麼多啦，我下次再去的時候我們就看看還有什麼便宜貨可以掃啦。 OK， 拜拜。